屏东谢公民关注公共议题，要来看就是嘉义市的兴安国小、北横国小，阁有嘉义大学附设实验国小，三间国小是结合着 PBL 专题导向行动学习，分别来发展着水资源、有机农业、阁有食品安全等等的议题特色课程，运用着行动在古和云端的网站创意学习。日前伫咧兴安国小是来展现着学习的成果，出色的表现和亲自出席参与。会嘉义市长涂新体嘛夸赞，小小公民行动学习成果发表会，由兴安国小、北横国小和嘉义大学附设实验国小三间小学的师生团队，依照顺序上台发表，报告去年提问对账的结果。囡仔用平板电脑来秀出功课，各将家己所制作的环保酵素来送给市长涂新体。提出议题，询问市长是毋是当协助学校建立独一回收机，是毋是当加强推广的食品安全观念，丰富食安在家网站的知识。囡仔的表现和市长涂新体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小小公民透过行动创意反思，充分将行动学习的模式和关心公共事务的精神来整合，各用科学的态度来寻求实际问题的改善方法，展现观察力和学习的能力，和舞会的来宾十分的敬业，也纷纷为囡仔的努力来喝彩。最新新闻，中国平王小山加以七彩红报道。